最后一个，五六七八，好棒，是不是很好棒？你看我已经都出汗了。OK， 我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OK， 来，去，哇，还秀，一、二、三、四，慢一点。OK， 来慢一点哈。好的，别急，但是做标准好吗？我陪你啊、哦，别放弃了啊、哦。你是我的宝贝们，你是我的女神团，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们。Go， 一、二、yeah!欢迎女神们，欢迎各位女神男神们，欢迎大家。对，男生都可以来啊，老人们都可以来啊。Go， 所以你们如果喜欢雅雅姐，对吧？那我们可以左上角点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雅雅姐每周一、二、四、五、七晚上的七点都会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打卡运动，好吗 ？Yeah， 一起宠妞儿，有一个好的状态。你看他们五十加了，我一直都很开心，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练，我希望我可以分享我所有的心得、保养的心得，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生活幸福的，每天都欢乐、健康、平平安安。Yeah. 对呀、啊，你看雅雅姐今年五十加，三个孩子妈妈，如此年轻的状态，我们俩在一起都是姐妹一样的。3, 2, 1, 然后只要是五十加，我有很多概念，你比如说为什么我喊是重，因为年轻的时候不听话，你家都吃冰激凌啊。 Go， 来，最后一组我们要专注。 OK， 好的，加油，一抬后，一二，一二， Come on， Come on， 坚持，坚持，我看到你了，我一出汗。 Come on， 最后一个，来，保持 last one， 最后一边，最后一个，我们做了完整。 OK， 关注啊，看着我。 3, 2, 1, go， 呼呼，是的，让我们一起跟着雅雅姐变瘦、变健康、变美丽。呼，对， come on， 希望我可以做十字。来，这里有发力对吧？我要人鱼线，因为我是美人鱼的。最后一个，太棒了！拜、哦！哎，我是第一次看你出汗啊，真的出汗了。你看，他从来都不出汗啊。我可能是因为最近一直每天都有在练，然后现在代谢高了。我的心率是146。哇哦，宝子们呢？我为什么我喜欢塔巴塔？因为它是很短时间。如果你能提高你的心率80%以上，你的全身都软着。有很多人说我就想瘦肚子，瘦，但是你瘦肚子之前还是要软着你全身的，全身的脂肪，对吧？所以通过 HIIT， 通过 Tabata， 通过我的直播间跟我一起练，我们可以加油，好吗？是的，在雅雅姐直播间，我们是开心的运动，快乐的减脂，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瘦了。对，然后有时候雅雅姐太兴奋了，所以我的普通话变不普通了，普通话变得不普通了。太兴奋，我特别想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我调整，我会说慢一点，好吗？对 ，OK， 所以喜欢吗？喜欢我吗？我看一下，现在左上角点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现在我们117万的赞，我们也给直播间加加热，我们冲到150万，可以吗，宝子们？我希望你能留到最后，因为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嘉宾。我跟你讲，姐妹们，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要留到最后啊，好啦。是的，我们留到最后，同时我们花3秒时间冲冲赞，点赞点起来。我们现在要练背部好吗？好，背部啊，对，有时候我们夏天呢要穿好看的衣服啊，露背啊，我们想要背有点紧。来，来，下一个歌 ，Let Me Love You 也是很好听的歌 ，Jackson， Yeah。I love you. Come on. 接着外甥白块来。You don't call me baby. Yeah. You call me my name. 这个节很容易，没做过的运动，请大家站起来，能做到。Come on， 站起来，跟我一起练。就三个动作，没有跳，所以对你的膝盖特别好。Come on. 哇、wow.。
所以不管你是有没有来例假，有没有怀孕，都可以跟着练哦。往后画圈，哈哈哈呀，就很像跳舞一样。呜，来，呜，呀，好开心，让我一起每一天的欢乐。你们也帮我变更美，我想抱你们变更健康。Come on, everybody！ 是的，宝子们，喜欢雅姐，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加入粉丝团，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变得辣妈，好吗？呀，从暴妈变辣妈，来，从辣妈，从大妈变辣妈，从内而外有一个好状态。关注雅姐，因为年龄是个数字。谁说六十岁不可以跳？可以的。OK， 来，往前。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运动，现在开始，这样子到了我年龄了，满满有活力，每天都开心，皮肤好好，皮肤好好，来变得皮肤很好，状态很好。Yeah， 让我们永远有活泼活力。你知道为什么？人生太短暂了。我们要活得开心，往后，我们要活得实在一点 ，OK， 让你自己放松、解压，准备要开心起来，呜，一二 ，Come on， 我爱你们，一起勉励，不要放弃，一起努力，一起变辣妈，吃着苦中苦。放任于伤人 ，No pain no gain， 这样子 ，Yeah， 相信自己，我能走到，你也可以，一二，宝子们跟着雅姐一起坚持，一起打卡，我好喜欢 Jackson， Come on， 五六七八 ，Come on， 坚持，好算我也算。练我们的背部好吗？我不想要富贵抱，我不想驼背，我想要姿势。哎呀，我的汗，冷汗滴到眼睛里面。好辣！啊！所以呢，你们也要擦擦汗哦，不要让你们的汗滴到眼睛里面，辣到眼睛了。所以呢，我为什么戴了帽子？是因为我可以挡住汗。大家可以稍微擦擦汗，然后呢，补充补充水分。我们小口小口喝水，不要大口大口喝啊！我跟你讲，宝子们，以前爷爷姐不出汗呢，手脚是冰凉的。我例假都吃冰啊，吃冰激凌。我吹头发，我洗头发不吹头发。我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零下40度出来，我的头发都有冰块啊，所以我没有保护自己。现在真的是。很可惜啊，但是我希望你们避免这个问题好吗？好不好 ？OK， 好好的喝温水，然后别着凉，因为爷爷姐身体特别敏感，有点空调了，看起来很水肿，所以呢，我们要出汗，出汗排那个湿气排出来就可以美美的，好不好？好的，雅姐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二、四、五、七晚上的7点哦。OK， 新来的宝子们，如果刚才你们有赶上那个搏击操，我们给你大家一个再来一遍。想要搏击吗？不，我扣要搏击。来，来扣那个 emoji， 这个拳击，拳击都可以扣一下。来，宝子们，如果说你们还想再来一遍拳击的情况下，让我们全身包汗。那我们公屏上打出来拳击两个字，让我们看一下还有多少人能一起再跟下来的，好吗？新来的朋友从来都没做过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很费事儿的，这个是大长度，所以呢我需要你可以干脆一点点，然后以后呢练你的体力就可以发力，好吗？好吗？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有那个反应，就是挡脸啊，然后对啊，好吗？跟我一起蹲下来，全部的核心也收紧，怎么收核心的时候，比如说大哈哈，哈哈哈哈收起来，或者咳嗽就收起来，然后就开始打，好吗？好的，很多人说都要打拳击 ，Yeah， come on baby， 拳击来了。
宝子们，你们不要担心，我的膝盖没事，可能不小心磕到淤青了而已，你们不要太在乎。我都没磕到，他们说我膝盖怎么了？两个手保护你的脸。1 2 OK， 因为你自己打还是保护你的脸，因为自己的是很硬的，要保护你的脸，这样子哈。Yeah， 来，宝子们，调整好呼吸，准备哦，发力啊。有那个收紧，这样子发力，呼呼，你看到吗？我不是这样子，哈哈，直传来 ，1 2 1 2 come on， yeah， 喘气收完，哈，嘴巴吐气，呼 ，come on， yeah， 1 2 1 2 来，宝子们。加油！喜欢雅姐的，我们左下角点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让我们来直播间里面一起锻炼，一起变健康。1 2 3 go， 哈哈哈！看到打针没？呜呜，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看到你了，站起来！1 2 3 4。Come on， 嘿，哈，肚子收紧，呼 ，OK， 勾拳，哈，呼，哈，用力啊，呼 ，Yeah， Yeah， 我们把我们的心率高一点啊，呼，哈 ，Yeah， 呼，真的，来，宝子们。用力打出去，打走不开心，打走脂肪，打走1 2 5 6 7 8，怎么样？还好吗？爽，很舒服，很爆汗。我的心率165了，你们呢？我155。呜，来，开始，嘿，真美姿势，找到稳定。收紧肚子，今晚别气啊，一起努力，来 1 2 3 go， 棒，1 2 yeah， 来，宝子们，如果我们能跟上的，我们就尽量跟上啊、哦。雅姐，我们是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健康，分享美丽，让大家开心，呀、yeah! ，开心，帮我点赞 ，come on， 哈。我的女孩子们在哪里呀、啊？你们在吗？女生们，谢谢招弟，哦，白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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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气，要接呀，喊出来 ，Go， 呀 ，Go， Go， 哈哈，好爽，加油 ，Come on， 够喘啊，呼。坚持坚持呼吸吐气够拳呀哈哈哈呀哈吐气上去用力打拳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呀再来 2 1 2 1 2 呀注意再来保持一下奥利给呼听音乐和哇强宝子妹妹太厉害了169了啊、哦、怎么样宝子妹练完是不是觉得很爽在雅姐的直播间里面就是很快乐很开心的运动锻炼我们自然而然就瘦了对吗所以喜欢雅姐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吗然后谁喜欢我刚才我搭的搏击套帅不帅你那胳膊靠得帅帅哎呀我今天呢我的心率最高是169我跟你讲169我的年龄是已经 over 了幸亏我是从小15岁就开始运动了我已经也铺垫了你现在没完你现在可以开始就你说我可以的就动起来好不好好的动起来
他的帽帅，谢谢。好帅，好帅气。谢谢 Aurora， 我看到你的，谢谢 Aurora， 爱你爱你。超多人说帅气的，超帅你们的。我看你们说你们爱我，我很有动力，我要继续努力，跟着你一起变美，好不好？好的。哇 ，OK。刚才我们做那个拳击有点够强度，我们现在来一个低强度，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女男都可以用啊。蜜桃臀，我要练蜜桃臀。我跟你讲，你的臀练得好了，你跑步不累，你上楼梯不累，你不容易摔倒，好吗？四个动作，来 Tabata， Wap， Give it to me baby， Yeah， 来一起跟起来哦，宝珍妹，半蹲。打拳击 ，Go！ 二一二一二一二，Go！ 核心收紧，跟那个节奏，嘴巴吐气，困住。我看到你们啊 ，Come on！ 休息。怎么样？我也出汗了。OK， 继续。来，保持姿势低点啊！加油，坚持下来呀，好吗 ？Go， yeah， 你能看到这个臀部在这里发力，你专注好吗？注意力在每个臀部的肌肉。Yeah， 把注意力放到我们的臀部上去啊，让我们的臀部去发力，练出我们的蜜桃臀、翘臀，好吗？怎么样？还好吗？就二十秒。第三个动作，蹲蹲起。来来